前天还有同学在问我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了，到那里去干什么？啊，好像这边挺热闹的，到极乐世界感到无聊，没事情干。啊，我告诉大家，到极乐世界要干的事情比我们这个世界多。啊，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事情太多了，繁杂。啊，有时候感觉到累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。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妙极了。啊，你跟你的工作永远不会累着。啊，干什么工作？分身的。啊，你看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不是每天的，时时刻刻。分身。化身。化。无量无边身，干什么？到十方世界去接引来往生的众生。佛要不去接引，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找不到极乐世界在哪里，一定要佛来带他。所以你就晓得设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每一个刹土有多少念佛人往生极乐世界？啊，阿弥陀佛可忙了。啊，他老人家的真身在讲堂里面讲经说法，没动啊，如如不动啊，分身去了，分身到设方世界。啊，一切诸佛诸佛刹土里去接引。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也有能力分身，会跟阿弥陀佛分身一样多，分那么多身，我们去干什么？我们到十方世界去拜佛了。阿弥陀佛分身去接引呢，我们是去拜佛，拜佛是修福啊，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啊，到极乐世界佛慧双修啊，啊，修一天，我们这个地方修无量劫，都还修不到，那个地方一天等于我们无量劫，所以极乐世界成佛快。是你无法想象的快速。这个地方能不去吗？